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猪猪侠和小呆呆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最喜欢的工程车哦，这是一辆抓木机。小朋友们一起来玩一玩猪猪侠的抓木机吧。哇哦，很实用的抓木机，抓了一根木头，这里可以动。抓木机有六个轮子，这是一辆合金车车，很重。这里是驾驶室，是一辆绿色的抓木机。主要看看抓木机的抓臂，很有趣哦。哇，可以转动，360度转动抓臂，可以360度转动。然后第二节装臂呢，也可以动，可以弯曲。这里用来抓木头的工具，可以360度转动。哇，这个抓臂可以往后转。哇，抓臂很灵活。木头可以取下来。再抓一根木头，一次只可以抓一根木头哦。把抓臂放好了，好了，开动猪猪侠的抓臂机，跑一跑吧。哇，跑得好快哦，撞到了我们的小呆呆。抓臂抓的木头非常结实，看看无论车车跑得多快，木头都不会掉。滴滴，抓木机又来了。哇，非常棒，非常实用的抓木机。我们今天玩猪猪侠的抓木机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